东京，我们来了。来东京呢，有些地方一定要逛，有些东西一定要买。是要为你们选的这套西装吗？非常非常喜欢，尤其是我这一件，看起来非常的简约，可是穿起来很大方。这是什么产品哎？哇塞！哎 ，baby，、yes. 我找到一样东西很适合你的。是吗？跟它夹了之后，你的鼻子就会高一点。我这一套呢，才是最好的。最完美的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来的？没有，从来没有看过，前所未有的礼物。亚洲时尚风，星期二晚上8:30优频道。